迎着狂风暴雨，终于到啦！这是老公挑选的餐厅，布置格调温馨优雅，处处洋溢着北欧浪漫的风情。这个你等会儿。突然有丢丢紧张。看得出餐厅里每个角落都是精心布置过的，没有西餐厅的拘束感，而且我有种初恋的感觉。我们点了炸染壳蟹沙绿、海味鱼汤焗饭、黑松露三文鱼薄饼、咸蛋黄鸡翼、鹅蛋以及冬菇和虾乌达酱。颜色嘅，正餐前吃沙拉，垫垫肚子。大家有冇发现我染咗头发啦？乌达酱好啊！有冇觉得翻大学嗰个时间，嗰时我哋食得最多嘅就系呢啲啦，即系好耐都冇食咗西餐。蛋黄酱嘅鸡翼，佢块皮系脆嘅。呢个冇酒饮嘅，呢个有咩饮？咖啡。你带我嚟一间值得咖啡饮嘅地方，系咪唔想俾我饮酒？咁靓仔嘅，好靓嘅衫，好拣噶。虽然我们已是老夫老妻，但仪式感一点都不会少。感谢老公带我重回十八。